下面问个实事题啦，因为那个之前有跟陈琳合作过嘛，他就现在说他广东人就被骂翻，你自己会觉得怕替他抱屈吗？这个我好像以前就知道了，对对，以前其实好像在节目上就有听他说过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谁都改变不了的自己的事实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请准备听我的口令，三二一，请启动。对，球赛的这个黄金世代。新时代的年轻人，我们上来。下面问个实事题啦，因为那个之前有跟陈琳合作过嘛，他就现在说他广东人就被骂翻，你自己会觉得怕替他抱屈吗？这个我好像以前就知道了，对对，以前其实好像在节目上就有听他说过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谁都改变不了的自己的事实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其实最近是有推掉一些戏剧的邀约啦，但是其实我主要还是看角色啦，看自己喜不喜欢。那其实我觉得大家看了我参加全明星之后，其实就知道其实我是真的很爱运动，也会运动，所以这一次才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比赛。然后也因为刚好也是前姐是领队嘛，就是还蛮怀念那时候被他骂的感觉，对对对，所以再来体验一下。当队长会不会特别当队长其实压力应该是在就是球员身上啦，对，因为压力应该是在领队身上啊，我们只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才当队长。其实像我今天看到像那个，对，我觉得就是希望多给他们一些表现，然后希望我们练球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在篮球上面的潜力在哪里，这样。嗯哼。想说这个赛制好像跟国际比赛有些差别，不一样。好像是比照 NBA 的标准，嗯、时间上有差。对，12分钟以前，然后像国际赛的话，可能就是10分钟以前。啊，对对对，相对对我们来说有点不错。对。那开始。没错没错，其实还有一个月时间，然后应该体能上不是问题啦，因为反正我们可以换人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